想唔想过一个有意义又快乐嘅圣诞呢？其实好简单嘅啫，支持玩具反斗城嘅慈善礼物包装活动，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帮助有需要嘅小朋友，因为只需要20蚊就可以买到213粒嘅净水丸，帮助小朋友得到健康嘅食水饮用。快啲嚟参加玩具反斗城嘅慈善礼物包装活动，支持 UNICEF，同我哋一齐为零可以成真而努力啦！当你收到圣诞礼物好开心嘅时候，唔好唔记得每日有19000名小朋友因为可以预防嘅疾病而死亡。其实港币100蚊已经可以帮佢哋购买64支麻疹嘅疫苗，亦都可以帮助佢哋对抗致命但可以预防嘅疾病。圣诞节好快就到啦，你都可以为佢哋送上一份心意，支持玩具反斗城嘅慈善礼物包装活动，捐钱俾 UNICEF， 同我哋一齐为零可以成真而努力。So we believe in zero.